那么不大，欢迎收听妈妈 talk， 我是可乐，我是阿爸，我是诺。大家吃饱了吗？现在时间来到，非常准确，2:40。本集依然还是由妈妈 talk 赞助播出哦，耶、yeah ！吃下午茶，吃下午茶哪里？快提，快提！没有，我们喝菊花，是可乐泡的菊花，菊花茶，菊花茶，甜的，甜的要命的菊花茶。好。OK， 我们听众们，我们现在因为处于2:40的状态，所以呢，录起来可能会想要昏昏欲睡的感觉。好了，没有了，午睡时间呐、啊。对啊，我们不知道这一集播出的时候是差不多，月底5月底6月，希望，差不多要选课。对，选课，下学期的选课，应该通常都期末那时候嘛，然后就选你下一个学期要选什么课。对对，所以我们为了要就是让在学的学弟妹们可以预告一下，让教你们一些秘诀，没有秘诀了，分享了，分享就是选课，其实我们要注意什么？然后或者是不要做了一些愚蠢的示范，或者选错课选错课，我在讲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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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螺丝。好，那其实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是要选课吗？对，台湾是不是 一直都有这个选课的这个大学而已吧？ OK， 高中我其实不知道后来教育那个政策有改，好像有一些高中也开始可以选课。是哦，对哦，但是我们的话，是从大学开始。OK，我也是来到台湾大学，知道有选课，而且每一间大学的方式不太一样。有一些大学你从大一就要全部的课都自己选，就是可能大部分的课都要自己选。但是我们的话是大部分的课都是学校选。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就是学校刚进来的时候，学校会帮你安排好。对，然后有一些就是他们就会跑去网咖选，就时间一到抢课。等等，我记得我的母校你们现在的学校，他的选课时间时段是在中午12点吧？对，没错，中午12点。我没记错，好奇怪哦，好奇怪，就在吃饭的时候顺便手机拿出来或者电脑拿出来。哎，是不是几乎每个大学都是这样？我记得我现在他好像也是。中午12点开始选吗？好像是，不知道，因为每次都会提醒我们，因为我们都会无时无刻要选课的时候很紧张，怕抢不了课，或者那堂课的老师很吃香，那就是营养学分的，大家都要抢那一堂。对对对，好，我还记得我之前也有就是走在学校，然后其实我已经忘记那一天要选课，然后呢，然后走一走，然后经过那个旁边在打排球 ，OK， 排球，然后就准备那个。钟声准备要响，就中午12点那个钟声准备要响了，然后他们打一打就突然停下来说：“等一下要选课。”所以你就听到这样，你也去选课，全校人都选课，停下，要选课。然后我就马上用手机选。手机选。那 OK， 可能马来西亚，可能马来西亚大学应该也有选课了，但是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台湾大学你们有什么经验要分享选课的这个讯息吗？对，秘诀吗？然后快很准吗？还是以对啊，不是要对啊，不是要抢课吗？或者是你跟人家另一类的不选自己本系的选修课，那去别的系选。对对对，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大一的时候。之前也有提过啦，但是我是选不是自己系的。嘿，你大一就选不是自己系的。不是自己系，那时候大一没有选课，那我觉得其实刚刚念大一的时候应该是说功课很多。不应该要去选，但是我后来我听信朋友就是校外的朋友说，你缴那么贵的学费你就要修多一些课啊。才对得起你的学费。好啊，不上进的学生，我知道那么好，然后就去修了别的系的课，因为我本身是选非常休闲的休闲系嘛，然后我就自己以为自己的系很休闲，然后去修了中文系，然后还有日文系的课，中文系很像是教外啊，中文系的课很像是专门教，是上关于教外国人怎么。
上中文课的，就是有教汉语拼音吗？拼音中文系，中文系开对对，他有一门课给就是教外国人怎么就教他们中文的。如果你要教外国人学中文教他的学生说，如果你要教外国人的话，你要怎么教？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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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妙的。可是我就说我是外国人去上可以吗？我还特地去问了。嗯，我其实那门课没有满。嗯啊，那是中间我就是去问那个老师，我适不适合上这门课。嘿，哦，老师说可以啊，非常欢迎啊。那你上的时候会很吃力吗？其实不会，因为是拼音。嘿，是拼音，那拼音它是用罗马拼音。嗯，罗马拼音。哦，对对对，就知道它有标点符号这一种的。嘿嘿，只是其实从我会中文以来，我其实没有在分什么副词、主词、动词这一类的。嗯嗯，然后那一门课就是教什么动词，哦，这种很基本的东西。嘿嘿，然后还要出来表演。啊，如果你还一定会请一位是老，就是一个人当老师，一个人当外国人，嘿，然后互动，然后，哦，现场教，对，然后你们要出来表演，还有他还会念那个绕口令，你懂吗？绕口令什么什么什么去紧急室，什么去什么紧急，什么南港展览馆吗？啊，都类似这种什么东西，就是你要站起来，然后要念，哦，这种类似这种，老师还蛮可爱的。我觉得这个还蛮妙一堂的。另外一个就是论文系的的什么课？猜猜看，这是学日文的吗 ？No， 嗯，观光啊，文化，日文经济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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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哦，那我不行。日本啊，对，日本历史，日本历史，但它是用中文，嗯，但是里面提及的还是会有。还是会有一些热文的地方名字，那你整堂课就很像在上了一堂就是讲故事历史故事的课，哦，对，就是说你可以，对对，我觉得有让我认识到就是怎么幕府时代，你懂吗？还有我已经忘记了什么织田信长之类的，对对对对对，这种故事不能说是故事历史故事，对，就真的是有考试，就怕。对，我觉得过安全 safe。我觉得我在大学里面这两堂课是最有印象的啦。那时候我也抢得到，意思是说这门课应该很少人上。哦，对对，我是不是选这种比较？他那堂就是有开放，直接开放给外系嘛？我有去问，然后他说可以，他有跟你讲清楚，老师说你确定 OK， 我可以上吗？然后他说他会看班上的人多不多，嗯，如果班上的人不多，那他就会让你。那你要填单子吗？还是你我那时候因为是选外系的课，我就填单子。哦，我那时候啦，对对对，所以你们呢？你们有没有填的？有有有，不小心选到自己。哎，我大一是去资管系选他们的那个。网页设计吗？网页设计，对对对，哦 okay，因为刚好跟我们系的话是大二才需要，然后我大一就先去选了。嗯，哦 ，OK。可是好像教的方式有差，因为好像听起来是差蛮多的，跟班上同学，嗯，可能方式跟操作上用的不一样。嗯，因为我那时候上软体好像没有不一样，跟软体是一样的，哦，可是跟我在海青班念的软体不一样。哦，我海青班念的那软体后来就是 Adobe 那边就下架了，因为那是比较方便多的，不用写程式。嗯嗯，然后那时候我上那个资管那边的课，他们是直接做成一个网站，然后好像网拍那一种，做成网拍网站，直接就是教我们。然后可是那时候好像差不多有几次是远距哦，有几次远距。嗯，然后就是他是那老师也是挺酷的，嗯，他已经有录好影片放在 YouTube 上了。哦，就是说你们可以非同步都可以了，因为他好像是有在外面，就是不是有一些学院可以上课的那一种，他好像是有在外面上课的那一种，就是他可能就是可能也有在外面教网页，了解了解。哦 ，OK， 还蛮酷的。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你们清一色都是男生吗？资管的其实好像女生也是蛮多，因为我们的你的母校普遍其实女生就多，对对居多。上学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
这间学校就是普遍女生就女生商科吧，我也不是很确定，我也不了解这个。可是我以我所知，这是一个谜题。好，那谜 OK。哦，可是我这里的话，我其实蛮就是对于系上的课我都还好，对于通识课我都还蛮喜欢的。哦，对，通识课其实马来西亚人来的时候，就是当时要选课，我是大一就没。大一下还是才会有通识课，他知道要抢，而且通识课有四个领域吗？还是几个领域？四个。对，四个领域、嗯、啊，然后看你要上满两五个、啊，可是要上满四个啊，就是有很多类领域，然后看你要选哪几个。其实那时候我读欧北森，就乱选，然后就我们就是爬低看嘛，然后就去看嘛，嗯、对不对？就选课的时候D卡才会用上。对对对对对对、嗯、D卡，我不晓得你们两位有这样的，或者是我后面的时候有，因为我前面选外系的话，我只有选过资管的课，然后其他都是通识课，然后又要选四个领域的时候，就要爬哪一个领域的哪一个课比较好。对，就是你的领域还要选哪一个优先，你要抢，并不是你抢到这个、嗯、你就会上。那个是真的要抢的，因为是全校。嗯都要上的通识课，对对对。那通识课其实阿爸可以解释一下通识课是什么？对，其实我刚查过了。通识课的话，是因为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的东西都已经分门别类，分的太开了，嗯，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像是我们通识课有分四个领域嘛，嗯，然后你可以去修，不是你这个系，哦，就是你这个系以外的知识，嗯。然后选了这个课之后，你就可以让把你的整个知识融会贯通。句号。那我觉得有一些培养你的，对 ，OK， 就是培养你的独立思考能力。也对了，而且通识课啊，你可以跟别的系的人就是认识、嗯，然后也可以知道别的系在干嘛。对对对，其实我主要是每次选一些很冷门的通识课。我希望我班的人不会选到，那我就可以自己一个，然后可以跟。我不晓得我那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哎、欸，所以那时候有试过，有选到一门课，哎、欸，班上的人很多，我就退掉，我就选另一门课，好可恶哦、喔！竟然是因为这样，对，哦、oh. ，然后继续，讲完了吗？你做通识课啊？对，通识课的解释差不多吧？差不多，所以我已经没有印象我之前选的怎么类型的通识课，我只是知道我曾经有上过有伦理课的。伦理？对。什么伦理？什么伦理课啊？社会还是？因为我记得报告的时候是讲我们的一些历史的课。哦。历史的课，我也不晓得，我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们报的是马来西亚之前，这边应该可以讲吧，排华的。历史对事件对，然后也有些同班同学是很像有报一些希特勒的一些这样的事件、嗯、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主要是我记得是伦理课、哦、对，然后还有一门就是你要上类似放松身体的，要脱鞋子上那堂课。这种心理学吗？还是不是哈，他我不晓得，他也是类似生有同学有上，对，他是生活类的。你上你先还没有开始上课之前，人际关系吗？啊，忘记了，是要写心得的，对，要写心得、嗯，而且我记得上个堂课，那应该都是那一类，应该那一类的。我其实都不敢选那一类的。啊，我喜欢哎、欸，好像那一类的都是生死学、心理学，然后生命的那一种，我都不会去选那一类。真的，我觉得这个还蛮看老师的，对，要看老师。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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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记得那个老师还蛮有趣，然后每次他的功课我都用来画的。哦、对，他说你随便你们，对，随便你们发挥、哦、我就用来画的，那就是真的很那个没有了，没有了，我是通识，就是让你发挥你的东西。我想要这个，我分享一下，插画一下，这个通识课我喜欢这个老师嘛，不是要做体操或者放松身体这一种，然后刚好遇到疫情、嗯、然后远距教学嘛，然后呢刚好我有一天上这门课的时候远距嘛，图书馆是可以的、嗯、然后我就在图书馆，没有想到老师突然兴致，突然说打开镜头我们一起做这个动作。我在图书馆耶，拜托。那你在图书馆做操吗？然后对，
就是老师会问点名，我就说一个人头而已。然后呢，因为我是戴耳机嘛，然后呢做完过后他就开始 cue 人，就是点人，他就叫我的名字某某某，你在哪里呀、啊？然后图书馆，我怎么讲话？然后小声说，老师我在图书馆。不知道，我又不敢讲哎、欸，然后就很尴尬，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要看那个老师。你那时候刚好是因为演剧的关系、啊对对，哦，这个插曲，对对。你刚刚说到做操，我们有一堂课有做操，到底什么东西？也是通识课，嗯。然后那一堂叫做好像是管理与生活，管理与生活，所以要管理一下生活。那时候大家问我们说这堂课在干嘛，我都解释不出来。嗯，因为都上了蛮多很奇妙的，很难解释我们在干嘛。对 ，OK， 就是我们会刚刚讲说做操嘛，对啊。然后有一次上课，老师就播了那个，人家在办公室坐太久之后会起来做的操，然后就叫全班站起来，然后我们就看着那个荧幕，然后大家就开始在教室里面做操。快笑嘛，嗯，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有，怎么会尴尬啊？不会。就觉得蛮好笑的哦、oh, ，OK， 因为这整堂课都我们躲在后面的人躲在那边拍别人，对对对，啊，蛮荒谬的，蛮好笑。OK， 然后还会这堂课最后我们还会有那个看大家空中说英语，空中说英语、就是那个学英语的、对啊，学英语的，然后就是学那个对话，然后还有读书心得之类的，他会放 YouTube 的影片给我们看，反正对对对对对，有点难解释我们真的在干嘛。可是因为那几次是因为正逢我们都大家都要打疫苗的时候，可是我印象中看 YouTube 的，因为基本上他其实会就是空中英语的部分，然后他会跟着念教我们念，然后跟我们说什么状况的时候要讲。嗯，然后那几次会看 YouTube， 好像就是因为他打疫苗太累了，然后才看。可是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也有几次都会看，然后好像也逢那个那时候有一次圣诞节，圣诞节他也放给我们看，然后刚好放松一下，然后那时候也是要写心得的。对对对，我觉得同学们会很开心吧，只看影片，哎，是不错啊，是。可是还是要写心得啊，就是可能还要摘我们摘录一些，是没有要求吗？就几句而已。几句而已 ，OK。上课就上完就马上交出去的那种。好，所以抢课要抢这一堂。好悲，这个可以说吗？你可以先看，就是你在抢课之前先去，应该学校都会有，就是教务处之类的地方，他都会排好下一次会有什么课，然后就看好你想要抢哪一些课，对，想要抢的课、就是选课系统上面可以查询啊，就是上学期跟下学期会有什么课，对，会有，而且大概我们期中之后就可以做准备，因为期末时候会预选课，然后预选课如果你预选有成功，基本上到时候你的课就会有那一个课，对，你的课表上了，但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通常就是选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找资料嘛，那你们有没有遇过可以换课的吗？哦，你们有别人换课吧？通常都是通识课在换。换课，通识跟体育。哦，对对对，体育。体育课。嘿，通常我们是大一还是大二？大一是学年课，学年课大二开始可以自己选，自己选。那你们会选？如果你们已经上过体育课了，你像大二大三，你们还会再选体育课吗？会啊，我一直都会选。我大三没有，大三不知道是太忙还是什么样。我印象我大三没有，我大二好像大二是羽球，不是？没有没有，你是大三羽球。大三我没有羽球，我大二是游泳课。哦，有有有，他有游泳课。我跟你说啊，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想起来是大四上课。请说。我说我之前，我现在会游泳，会打桌球啊，都是在台湾大学。学的，对，现在之前都不会，不会哦。我其实到现在还不会游泳，游泳嘛，因为我是换气吧。对，因为那时候疫情，后来就没有上，就是远距，远距就没有办法游泳。对啊，那都怎么上课？给你看影片，看影片啊，写心得。对对对，就是游泳，然后写心得。上次我也是学了桌球，然后下半段上课，老师说你们要看。
打桌球的比赛，对不对？对，我也是，我是飞镖。啊，飞镖，飞镖比赛，对对，飞镖比赛，因为飞镖其实，那应该是体育室的老师都达成共识，对对对，然后就要交上你们的心得，他有规定要写几个字，然后是附上这个影片的连接。突然讲到这个，我还想到之前不是老师要我们去走路，然后截图那个我们走路走了多少多少公里。然后呢、哦？那个也有，那个也是远距的时候的，那个好像是大一时候的事情。哦，我们大一就远距了。哇，好烦哦！应该有分分几个时段吧？对，后来也都有，飞镖那时候也有。然后大二，我记得我每一次体育课好像都有，到尾声的时候都会开始远距。对，我觉得我游泳课挺可惜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想法是我要去学嘛。嗯。可是其实大家大二开始的体育课，大部分人啊。就是都是直接选择我会什么我就选择啊、哦，对、嗯、可是你是因为你想要选，对对对，可是挺可惜，就是后面都远距，所以变得我没有学完。了解，嗯，哦，那还蛮可惜的。可是据说我之前的母校，嘿，体育课保龄球都不是在自己的学校哦。嗯，保龄球不是，保龄球要去到一个保龄球馆，不是在我们对，一定会有这样的，因为学校本身没有很大，也不可能有游泳池。对对对对，然后保龄球是去保龄球馆，然后游泳也是，嗯，去运动中心。嗯 嗯，我记得我有一位印尼的同学，他选了保龄球课，然后他每次缺席，然后有一次很像被警告，然后他就问我，你知道学校的保龄球场在哪里吗？他说他就是因为找不到，所以没有去上课。那也太久了吧？他说几局了，真的是我直到后来帮他找，我才知道哦，原来是靠近哪里、嗯、哪里。我印象中原本选游泳的，我的班是只有我，嗯，然后另外一个同学是保龄球的。可是保龄球，因为保龄球跟游泳都不是学校嘛，嗯、所以我们要给钱，对对对，可是有优惠。哦就是比平常你要进去的时候更便宜，这样子是哦，对对对、okay。 可是那时候保龄球的比游泳贵，然后我同学就转过来，就变成我跟他都在游泳、哦、原来是要看喊你比较便宜哦，而且那边也比较远啦。 哦， 对， 哦，也对啦，对对对对，我的印尼同学他是特地骑机车过去保龄球场、嗯、打保龄球。他后来有过吗？我不晓得，应该有过吧。对，还有另外自己选的。哦，所以现在目前为止，你们又觉得这种体育课其实会算是比较凉吧？但是看你选什么吧，还是你有没有兴趣？对，好像应该是说选什么老师。我当时选桌球，其实有很多个老师。哦，对对对。然后我就会去低看，就打这个老师，就爬文章，打关键词老师的名字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老师比较好，然后就哎，马上选去抢。要抢哦，要抢到哦，不然要跟人家换了。哎、欸，可是我记得体育都是排序耶，排序我每次都排不上。预选的时候啊，对、哦，你可能都选到太热门的。嗯，可能有啊，有些是桌球，但是你不晓得桌球就哪几个老师，你想要选那个老师的、嗯、比较好混的。嗯、对，我是这样觉得啦。羽、嗯、球的话，通常就是有选的人就会去选，没有选的人就通常就不会选。像通识课的话，有一些是规定每一个学期都要选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就要上好上满。通识课会相对的好玩啊，像我前大一大二的通识课，我都选那种可能离开上都说比较好过之类的。嗯，然后有一些其实我觉得好不好过也要看我们自己有没有那个兴趣。对啦，像我大二还是大三上的时候就有一个课、嗯、虽然有兴趣，可是我对那个东西不熟悉，所以 我后来就没去上课、啊、你就放弃了。对，就是乐理课啊、哦、那时候玩那个钢琴键盘的。对，他是都会教你，可是那时候就是跟可能跟体育课差不多、嗯、会选那门课的大部分都有音乐基础、哦、然后我是完全没有，所以完全跟不上啊、哈，老师，哇，这个好好难、啊，除非他真的是这个老师很有因材施教，他是有说，如果真的零基础，他可以是，他有规定，好像每个礼拜，可能礼拜二或者礼拜四，他可以留下来教那一些人，可是这个老师那时间就是变成我们吃饭时间要留在那里，然后那里又不能带食物的。然后我就前面几个礼拜的时候我只留过一两次，后来我就真的还是跟不上，我就都没去。
虽然可能很想学啦，可是因为有必须有他课上的进度，啊、而且还要拍三个影片，就是你要弹完一首歌，你要制作哦，哇哦，好压力哦，同学们，一个学期你要学会怎么弹钢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快。我觉得 有时候真的是，如果你不喜欢，你再勉强你自己去上，嗯，其实很辛苦、啊。可是像游泳的话，体育课反而不一样的，就是老师、嗯、因为大家都会、嗯，然后老师就放他们去游，嗯，然后老师就教我。哦，嗯、了解了，明白、嗯、明白的。像这个的话，因为他有专门的那几首歌要弹，他就不能放那些人去弹，然后只教我。哎、欸，包哥教你们弹那个，应该不是一个人有。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每个人都有，是每个人都有。他是钢琴教室吗？钢琴教室那种，嗯，电子钢琴、哦。每个人都会分到一个，每个人都有，所以那个教室就会很吵。可是其实可以插耳机哦，他有叫我们自备耳机，那就是有线的耳机。酷酷酷哦，好酷！像我的学校，我因为我是研究所嘛，但是我们。比较困难，我自己觉得是没有所谓通识课啦，因为不是跟大学一样。问题是我是要抢课，嘿，那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的网络，在马来西亚抢课，我跟你说，我就是没有抢到网络，然后当我要再努力的进去的时候，咻咻咻，这已经没了，没了，哇哇，马来西亚有网咖吗？网咖我都不应该不会去网咖，网咖感觉那边网咖搞不好其实也没有，我网络也没有很好。我那时候还觉得马来西亚应该 OK 吧，没有想到一进去啊、那个密码输入进去，然后转很久。我朋友说我选好了，你直接叫你朋友帮你选就好了。哎，我不知道啊，第一次啊那时候，他就，所以我后来我马上就去学老师。我因为在马来西亚，好险老师让有，后来就是让对让我选到、嗯，所以我觉得你要在熟悉或者你要知道你的网速要很好的地方抢课，真的，不然等下抢到不到什么课。但我想问你们，你们有试过抢了课又退掉课吗？有吗？其实有哎、欸，就是抢了之后退掉，所以我现在都是先抢。我可能会推荐人家就是先不要抢，就我现在都是佛系那种，就是先不要抢。如果真的有兴趣想上，就先去旁听。前提是你学分要够。嗯，对对，你的学分就是，哎，你们会不会选超过？我学分哦，可能也是因为我学分都挺够的。所以 OK， 那我先问你们，你们有试过就是抢了过后退不掉？我还没有遇到这种状况。那为什么会退不掉啊？来。就是人数下限。对呀、啊，我上次乐那个就是音乐键盘就是退不掉、哦，后来就是变成勉强都在上，然后我的名字就一直在那里，然后后来被当掉。啊，对，可是我觉得如果大家要选课，低卡爬文是真的可以的，可是真的要选自己有兴趣的，像我有选一个是早八的课。完全没有遇到班上的人、哦、只有我一个是设计系的那一种设计系的、嗯、只有我、哦、你故意避、哦、没有故意避开就是离开爬文说这个是很好过的、哦、然后、okay、基本上都是护理系的因为我是选医药的哇你好酷哦哇这种感觉那时候就是上这哦也是挺酷的然后还要教你那种怎么包扎吗水火木土就是人的五个金木水火土，对对对，金木水火土，然后代表你的肾脏什么那些，就多多少会学到一些东西。代表可能有些没有兴趣，就也是不要选的。然后我那时候还有去考那个 CPR 证照那种，就也是挺酷的。对对，我也有选过一个，也是早八只有我的。早八，你们其实你们会选早八的课吗？我其实如果真的有兴趣会，嗯，我其实会尽量避免。可是那时候可能才大一大二，而且我坐我旁边那护理系，那女生超好笑，她有时候就小考的时候，她会说你会吗？不会，她就指一过来直接给我看。哇老师没有怎样，因为毕竟那时候她也是说哦，你们设计系真的挺累，就她的亲戚也是设计系啊，有时候趴着还不会怎样。老师体谅，好好哦。而且我坐我旁边那个，她就是真的是好像。很社牛吗？人家这样说，就是很会跟人家社交，社会牛逼哦、对对对对，社牛，直接剪
说那么短，还早上就是早八，他带超多东西吃，然后有时候一堆水果，他说你要不要吃，要不要吃，然后我就是那种、精神状态还没很好。他来拯救你，对啊，拯救你，对，他救了蛮多次，感谢他，不错。那我想问你们哦，那你们有没有就是试过就是写了那堂课，就很像你刚才讲，你是一个人的，那你有没有这样因为认识了很多别的系的朋友？是没有到认识到很多，就是还是会至少会认识到，因为有通识课跟体育课，体育课可能很少，通识课通常有一些要分组，对，分组，对。那你有没有试过找一群朋友说，哎，我们一起选这堂课，然后同组就一起了？有一些课可能会，我觉得要看课。我跟你说，我讲那么多问题哦，阿爸每一个都，我阿爸都是独来独往，他说独来独往，我一个比较好。他说所以你应该会比较自己选自己喜欢的，对啊，自己想要的。因为找朋友你还要顾虑他有没有兴趣，我觉得这样很麻烦。哦，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去修了一个日文系的课，然后日文系哦，你的同学就退掉了。没有，那好像就没有我们班的人去修那个，就是我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找人了。了解。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要分组的时候，我刚好没有去，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请公假吧。对。然后还好坐我附近的可爱日文系妹妹。OK。日文系学妹，因为我修的那堂课其实，好像小我一届的课。哦，了解。嗯，所以你就学姐了。对，然后他们就有把我拉进他们的那一组，就是那一组哦。对，非常感谢贵人啊，你有贵人运啊，真是还好。就是自己选要有这个风险啊，等下哪一天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要先加隔壁桌的人的。对对，不然你自己没去的话，你就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晓得，我通常就是我老鸟了嘛。嗯，我记得有一年的同事课，最后我很像有一个学期修了两门同事课是可以的，就想一次过修完。一次可以修两个。那是我们的学校啦，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其他学校并不晓得。嗯，然后呢，我就刚好那一门课很少我的同班同学，然后我就约了几个马来西亚不同系的人一起去同事课，因为我们都认识很熟，但是我们就不同系，我们很想要一起上课，所以我们就约同事课。我记得是有几个不同系的，然后就真的被选中了，然后我们就一起上那堂课，都一起做，我记得感觉很妙。同乡不同系，然后我们要一起上课，就是满足了我们的。那什么课啊？就同事啊，就是伦理课啊。哦哦，你刚刚讲那个伦理的。对对，所以我们才会说选那个马来西亚的题目来做。所以老师对我们这一组很奇怪，你们怎么那么巧，全部都是马来西亚的。约好了吗？对，老师，我们约好了。我们这次也是，我们有修一门是太极拳。对，我们大师。Hello， 太极。因为其实我们学校，我不知道其他学校，就是我们有一个学分下限嘛，虽然这样子很对不起我们的学费，可是因为我们要忙专题，所以我们就是有选，他们是原本就是有选的，然后我是少那学分，然后另外加进去那个体育课这样子。对，太极来分享一下。太极的话，其实一开始因为我真的蛮有兴趣的，好吧，我觉得打太极很健康。确实很健康。然后我也对就是这整个太极的那种文化感觉很有趣。然后我那时候我的专题组员们，因为他们就是学分下限不够，然后我就说我要去打太极，所以他们就 follow 你，跟着你。他们就有有一个，原本有两个，后来一个退掉了，就是跟着我。然后后来好像可乐也说他学分不够，然后我说我们要去打太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其他的课，好像真的太极比较不会那么累。对，然后就到最后我们班那一堂太极课有很多都是我们班的。对，因为我组这里也有两个被我拉过来。所以大部分都是一起上。对，老师那时候看就想说，为什么那么多商社系的。对，而且像我们有展览怎么，然后我们就商社系也都不在，然后就可能班上就空掉一半。了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啊，就是觉得选课我会觉得会揪同班的同学，这样不会很寂寞，然后
怎么说呢，很像我现在研究所我们抢课，我一定会揪几个本来就是有默契的组员，就是说我们想要延续，就是说因为我们会跟其他系的人不一样、不同组，然后说一分组我们马上说哎，我们就是几个人哦，对，就一起了，没有分组上的困扰，对对对，就是不需要说跟一些不是我们不想认识人，因为觉得不想时间也会搭不上，对，然后讨论东西啊，或者是你有课他没有课，你选同样科系的都基本上可能课都差不多。对啊，前提是他们都是你的，你自己觉得他是好伙伴，好伙伴，真的，这个是一个秘诀。选课的时候要先讲好，然后要选好，然后你还要有那个备案。如果你真的是这堂课没办法选到，嗯，那你就要看哪一堂课可以选。我是这样觉得啦。嗯，因为像我们研究所选课的话，它其实有很多门课是一样名字的，老师不一样哦，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体育一样。对，然后有一些老师选择线上教课，所以他的门课呢，可以学生可以收300个哦，线上的，哦，哇塞，好多。对，因为像我们的也是有同一个老师，然后可能有一些，嗯，我看这一学期新的课蛮多也是线上的，嗯，就同时课，就非同步啊，都是分开的，300个好难教，哦，不用教啊，他就直接讲，他就是讲，他已经录完了，哦，就是录完了，他就录完了，然后他有功课给你哦，那，嗯，他不用批改300份，他我跟你讲，他用他的那个很厉害，他有系统的，他会让你做功课写150个字，然后学校那个系统你写错字他会跟你讲，然后这个文法，因为我们要写论文吧，嗯，那论文你要写什么什么怎么写，有他的方法。是一个不简单的老师。对，那个老师他，因为我念是行销系，行销系有个实验室，他就用那个实验室的摄影机、摄影棚，他要在那边录他的那个上课教学。嗯，然后呢，录完过后他就播给我们看了，就是他已经定好星期几、星期几、星期几，就是你可以看。嗯，非同步的，所以你可以选择就是星期六才看他的影片，然后功课还会限定你一个星期，还会开，然后一个星期过后就结束。嗯，那个嗯，然后我就觉得也有好也有不好，你懂吗？因为变成是你不用上课，有时候你不积极的你就会忘记了。嗯，对，其实你没有在学。他可以回放吗？会，可以回放，你在 YouTube 可以看。对，我就觉得应该还 OK 吧。对，我就选了他那一门课。对，非同步教。我还有想到就是像选课的话，有些人也是可以去选那种可以帮到你的作业的课，像我记得阿爸他们会去选那种类似书册的中文系的那种课，因为我们刚好我们专题会有类似的，嗯，然后我本来就知道这个老师，就有人推荐要上这个老师的课，嗯，然后刚好我们专题也有做类似的东西，嗯，你就可以并用，嗯，cool， 就是可能一个作业两边一起用，同步，他是教你不同的东西，嗯，对对对，就有点像你现在做这专题你缺乏什么东西，嗯，你就去找那堂课，嗯，啊，了解。其实我在想有多少个学生会那么勤劳的，我不晓得哎，欸，其实不知道，不知道哎，欸，比例不多，可是还是有。对，可以这么做。哎，嗯，啊 ，OK， 那其实我们说真的啦，我希望我们这一集真的是有帮助到一些，嗯，要选课的大家。对，要选课的大家。嗯，啊，前提你自己要做好功课，或者你就也是可以有一集我们讲学长姐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嗯，我记得我进研究所的时候。第一还没有选过课，我不知道全新的学校、全新的选课系统、全新的科目，这个时候就跟谁求救？学长姐。学长姐，然后学长姐就很好，我记得我那个，嗯，直属嘛还是什么的，就是学姐，她非常好，她就 list 出来这个老师很好哦，这个老师的功课如何哦，这个老师的考试如何哦， blah blah blah，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选课哦，有选到这个老师，就真的很有用。嗯，所以我觉得就看自己学生本身到底有没有想要学自己想要的课了。好，yeah。 好，那我们就不多说了，那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马来语教学。教学，嘿，今天是什么？嘿，今天是什么？今天这个数字吗？对，数字五。对，我虽然今天不是星期五啦。好，我们就教一下星期五，应该也算是最后一个数字了。
哦，最后一个数字应该是目前我们一到十之间，一到十之间很像是剩下五，没有我到底记得几个？我不知道，我们可以来个小测验，然后阿爸看他会不会我交白卷，不理你。然后我们五，哎，他只有两个音，哎，嗯，两个音，对，リマ，リマ，对吧？リマ，对。哎，我们没有学过吗？没有，真的吗？没有，リマ，你有印象？你有印象学过？没有，我啦，我这边有记录啦。真的吗？嘿，因为就只剩下五，没有人认领。好，没关系，就算学过，大家也应该不知道。嘿，搞不好有人默默的在学哦。等一下有观众留言说在哪一集？哎，你就 GG 咯。好，因为有点小印象，有印象，因为他离嘛，还有什么？还有跟拉半就 L 字啊。如果有妈的话，哦、没有哎、欸，就这样。好好 ，OK， 还记得什么吗？リマ 5, ，OK， リマ、嗯、LIMA， リマ非常简单。哎，好了，我们就到这边啦，拜拜，拜拜，什么丁嘎，选课成功哦，拜拜。